猜猜看这个有什么用处？嗯，躺着，你看到什么？关心。关心，好。大白天的我们要关什么心？约会的好。来。起棒。起棒。约会老年人，起棒。那擦防蚊液哦。项目。项目。I'm sorry, sorry. 免税店到了，免税店到了，那边就是免税店。绿岛有免税店哦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免税店。免税店的入口是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就看到码头咯，那边就是码头。码头到了，那个就是船。现在差不多下午4点，这个时候呢，太阳公公准备休息，所以呢，捧不出来拉拉拉手。不然刚刚中午12点实在是太恐怖了，对吧？对啊。美丽的海岸线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。可是那个感觉好像有岸的。对，有时候出去也要熟悉海域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民宿，我记得韩馆的过了哈。换过了哦，漂亮哦。这里是马蹄桥，对吧？嗯。很漂亮，它好了，它终于弄好了。以前我们都走那个要转一圈的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对嘛哈，它现在我们去年来的时候还是走那里，修好了。快了，它现在已经瞄准是变替代道路了，哎，这没有啊，替代道路，它还是没有弄掉，是因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还是要走里面。对，懂。然后这个上去呢，有人在钓鱼，等一下子停就到了。其实也还好，还没有很远、啊。很多事情哦。对啊。下雨的时候你就觉得超远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是白沙，好漂亮，美。对。而且退潮了，其实它涨潮才很漂亮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两个也来这里。对。然后我们是在爬山。对，我们是在爬山。对。然后我们还有这里坐。坐在沙滩上啊，拍一些很奇怪的转一圈呗，转一圈。来，那你来，过来一杯。后面是山，然后再转，然后后面有很多人。他那个桥现在是退潮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沙子就是这样，就是贝壳，是的。我们到了紫坪露营区。入口在前面，好多车的入口。有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。有。哎、欸。这么快。抱歉啊，关起来了。那边关起来了。所以是没办法带大家去参观了。我们去年就在这里。但我们没有去招日温泉。对。我要去上面那里，我要停车。我们要去上面那里。你确定吗？我觉得上面还有哎、欸，上去还有一大片草原供你走了吧？50个阶梯。来，我们来拍照一下好吗？
里？这个很漂亮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来，我看一口气。好。确定？可以。好，一口气哦，我帮你计时哦。三。哎呦，花不到十秒哦。想要去那里，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已经有人在那里走了，所以我们在怀疑是不是那一个地方停车场刚经过吗？我们走走看。这种东西呀、啊，杰西每次都跟我说，嗯，有蛇哦，要小心哦，吓死我了。怎么啦？来了啦，赶快啦！怎么给我啊？你不要走第一个哦。我知道啦，零头果树没。哎呦，好秘境啊！你看看这是不是？啊，而且啊，地板上有很多那种会刺人的，然后伊就走一行啦。哇、啊，好在刚刚没放弃。呜呼！我听到人的叫声。刚刚遇到一群人，快！那里，那里有一条路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岩石，当初那个山羊很厉害，就是粘在那个岩石上面，我吃草。然后现在今天山羊好像下班了。然后这样感觉是一个圈谷，这晚上来露营感很赞。好，我们要往这边去。这就是走海岸线，不知道潮间带不带潮间流。就这样，刚刚骑超过了，就是这个。如果你想要爬山，它这个地方是路口，然后这样往上走上去，走一点点就漂亮。嗯，那因为上次我已经走过了，所以我不懂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龙脊，龙脊，龙脊，龙脊岩，龙脊岩，现在龙脊小小一颗，龙脊岩。孔子现在是很小的，对了对了，一般的孔子。
那里有两座，有看到吗？小山的那个阶梯，好，就是又到了新的景点。那就是这个地方往下看，就会看到一个啊，这个人到了。猜猜看这个有什么用处？这个有什么用处？你去示范一次吧，请示范。好，躺着，你看到什么？关心，关心。好，大白天的我们要关什么心？我们来刚看看。晚上来关心，还是关心？哦，赞。约会的好。来，起棒，起棒。约会老年。Sorry 啊，我就要说我有病。哎，这里不错哎，你看它就是长这样，知道？就是它的对面就是那个他们讲的长城，但我们今天也要看长城，因为也然后大部分那个来导览的都会跟这边然后拍照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纪念碑。纪念那个四个人，然后因为客机又从台北搭到了，然后就是梅花鹿我们是没办法去，那天休远，他今天又休远。哎，跟踪他，跟踪他，跟踪他，咪，你看。我抱的是一只羊哦，不是抱一只狗哦。它几天大？21天。你可以跟我回家好吗？他一直在看着他的。下一集我们要带大家参观梅花鹿园，有非常好笑、非常疗愈的画面。非常感谢大家看到最后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要打开小铃铛。这样随时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，要记得收看哦。